我们也都很喜欢新南向国家的新移民，希望妈妈都能喜欢我。啊，错了是不是？我刚才讲哪里了？好，再回来讲。我的 YouTube 频道上一直在大力的推荐台湾的美食，我也知道芊芊有一个节目吧，叫做岁岁欧北部啦哈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个澳代越南餐厅，来自新移民的美食文化。总统问问题，为什么今天会选这一间？因为这里的老板玉水是我的朋友啊，我们曾经在国际新移民日曾经请了玉水，还有很多我们的新移民姐妹啊到总统府去，他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，我就觉得应该我们到澳代越南餐厅来是好的。所以芊芊喜欢吃越南料理吗？非常喜欢，而且我觉得越南料理吃起来就是天气很热吃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开胃，而且很清爽。所以芊芊有什么独门的料理没有？虽然说妈妈是泰国人，可是因为我小时候是给阿嬷带大的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独门的料理。特别的独门料理应该就是煮出来的东西都会辣辣酸酸的，就是阿嬷煮出来就是很彰化口味，可是妈妈煮出来就有点甜甜辣辣的酸酸的。所以你算是阿嬷带大的，但也熟悉彰化的口味，但是你的基因里面有泰国的传统呀。考古卡萨瓦迪卡，我只会这两句，糟糕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还很鼓励新移民的下一代都能够讲母语，所以显然你不太及格。 对，我真的要好好学泰文。那总统有什么独门的料理吗？哦，我是屏东人啊，屏东有一个最有名的料理就是万峦猪脚啊。万峦猪脚，其实屏东很多料理都跟猪肉有关，近来我们猪肉的这个防疫做得很好，所以我们保住了台湾的猪肉的产业，我到现在都还可以吃到很好吃的台湾猪肉。三层肉不能忘，肉燥饭、卤肉饭不能忘。是，那总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吃了吗？还不可以，你先要通过考试，我们可以开始吃饭。居然要考试，我最不擅长考试了。这个是我们新南向国家，跟我们往来最多的六个国家，有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泰国、印尼。你可以把每一个国家最具代表性好吃的东西能够配起来吗？居然不是考台湾的小吃啊！等一下哦，那我来看一下旁边这个，想必就是了吧？对，好，来，等一下我来看一下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这个东印公汤。哦，那就是你们泰国人。卡萨瓦迪卡。我把答案讲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作弊哦。这一题你一定知道的嘛。然后沙爹串是印尼。对。总统，我想先问，全队有什么礼物吗？就开始吃饭啊。好，那这个是铁板猪肉，是菲律宾的。完全正确。对，然后辣椒螃蟹是新加坡的。哦，这是我喜欢吃的。我也喜欢，但我个人最喜欢它配饭。它就是要配饭才能吃。我觉得冬粉也是可以考虑。哦，冬粉也很棒。总统对食物很懂呢。然后再来是肉骨茶，是马来西亚。是的。马古德和家。哦，这个一定就是今天的重头戏，米子春卷。这应该对吧？对的。看看新南向国家的美食，让整个台湾的饮食文化都变得更活泼，更多元，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。哦，那我可以吃了吗？还不行，还有另外的考试。现在还有考试？对。芊芊，我们台湾人吃春卷，但是越南人也吃春卷，这两个春卷有什么不一样？总统这问我就对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不喜欢小曹。就是呢，越南的春卷它是用米子，然后里面会包米线、九层塔，然后跟虾子，主要以海鲜为主。那台式的话就是润饼皮、猪肉、红萝卜，这图片蛮是答案的。然后有时候会高丽菜或是豆芽菜等等的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精髓，土豆粉。对，还有香菜，你喜欢吃香菜吗？我喜欢。总统，你知道其实香菜
跟你有点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香菜就是台语叫 N C 啊，嗯 ，N C Hot Dog 有一个我爱台妹，台妹爱我。对不起大家，现场蛮尬的。哦，好吧，好，第一题过关。听说芊芊的妈妈是来自泰国。对。那有什么和妈妈的特别的回忆呢？有两个可以分享，一个就是妈妈很喜欢，只要在路上看到那种专门就是卖泰国料理，然后是很家庭式，感觉不太会有人进去，她都一定会进去踩点。然后通常那种泰式的料理店都非常好吃，非常的道地。另外一个就有点，因为妈妈是泰国人嘛，所以小时候会比较受到一些特别的关注，就是会有人说哦，因老母是泰国人啦，然后就是表情会比较，就是稍微有一点不太礼貌。对，嗯，不会啦，现在看芊芊这样子，我想很多台湾人都会很羡慕，有个泰国妈妈。我觉得我们来自新南向国家的这一些新移民，包括芊芊的妈妈，带给台湾很多新的体验，还有很多新的文化的元素哦。那我们也都很喜欢，那也希望妈妈喜欢我。啊，错了是不是？截图错，截图错。我刚才讲哪里了？好，再回来讲。我也希望芊芊的妈妈在这里过得很快乐。日子久了，这里就是芊芊妈妈的故乡，也是芊芊的故乡了。那你就算辣台妹喽。我是辣台妹啊，看说我很辣吧。总统有吗？总统有吗？我们今天的美食是越南菜，很高兴能够跟这个芊芊来分享。那已经是很好吃，等一下芊芊吃给大家看会更好吃。我们要谢谢芊芊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。同时间呢，我的频道有上跟总统的合作，就是水水欧北木盒系列，大家也要记得来看哦。那我也要讲一下我的台菜跟它的产地，也请大家能够多多观赏，来看看多多认识我们台湾的台湾料理跟它的原料的来源跟产地。爱去看哦，爱看哦。总统有没有特别想吃哪一个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拿了一块在这里等。哎，什么时候？怎么这么迅速？我们要吃了吗？要吃了，要吃了。很简单的是用手啦。哦，用手。总统，你都有洗手吗？有，已经洗过了。我刚坐在他旁边很久。对，是坐下来之前洗。嗯，再夹进去。你有听到那个很脆的声音吗？我烤烤啊。非常好吃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请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那我们会试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。